拍的说了。嗯，看到没有，角落里有三个。那就是哪个成员啊？这是哪个成员？你叫得出名字吗？万一叫不出名字，不是很傻？给成员看。哥，走了。谁跟谁、啊？应该是 S 队的吧？看一下，我也没看清是谁。你快看一眼呗。你看一眼呗。哦，我们看刚才是谁啊？刚才你跟这个是小爱吗？啊，这是小爱，不可能。这不是小爱。腿腿，是不是腿腿啊？我觉得是。是啊，看着也像袁丹妮的样子。我这衣服，我看一眼，是 S 队的衣服吧？这件是肯定是 S 队，这个腿腿。就是看到好像小爱，能放大一下看右边那个人吗？好像那个右边那个是小爱啊。那边有什么的？好嘞，上次。来来来，我不好意思，我先去了，直播在直播。好、哦，快点看，有货，有货来了。安晴。这里是道鱼上天幕直播，道鱼在上天幕，道鱼上天幕。对啊，你为什么胖这么多？收起来，不要在这拍。好吧，被 staff 赶喽。staff 踩着这小滚人就过来了，说不要在这拍，但我们在直播。但我们在直播。对啊，秦哥哥好漂亮的。我们已经直播完了。没有，反正是一直在拍的嘛，反正是一直在拍的。对啊，一直在播啊。我还以为他们还给你们点特权嘞。他们不给特权吗？没有，那两个姑娘其实想给的，但是 staff 来了，是吧？对，不是我说这个 staff 还他们会给你点特权的。做梦吧！和斗鱼直播挥挥手吗？来，斗鱼直播。S H 播音的徐晨晨，被打 C 的。没关系，稳一点了。有机会就拍一下，好不好？大家不会介意镜头有点晃吧？反正如果能拍到成员，那么就尽量拍成员；如果拍不到成员，我们只能和聚聚们聊聊天，好不好？我来这里来分享一下。聚聚有没有斗鱼 ID 啊？有啊，你可以报一下 ID 啊。成员了，你报什么 ID？ 大写的 M 二点，怒霸！哎，我 C 来了，你完了。我们远拍远拍远。哎，这样，哎，你们报汤一下。哎，来，报汤一下。实在不行，我找个人给你送去，让你看你天天拍，不打扰你了，没事了。看主播又被骂了，主播不好当吧？一起关机了你！拍了，拍到啥了？拍到了没？拍到了，被 staff 连了一脸。被 staff 连了一脸。拍的 staff， 当然给你拍了，好吗？拍了好久。没拍到，好吧？你就不会拉个近吗？你就不会别那么张扬吗？默默的。谁知道他来这么快？我躲他后面拍的，你非得。对啊，然后就被严了。对啊，所以应该就是旁边有一群人帮我挡着，然后就在那排成员，然后我们也默默的不说话，就这样举着。staff 能怎么你？就是不说话。下回。你好屌的样子。对，不套路，如果不套路不套路那个套路谁来着？不套路他们的话，不套路妹子的话 ，staff 是不会过来的。staff 盯着你。行呗。丁百怎么办呢？等会儿应该会去吧。太早了，他们都过来早了。啊？他们吃完饭过来应该早了吧？嗯，对。回去。不是很多都直接在里面吃饭的吗？吃过饭了。你这里拉个近景看一下是谁去便宜。啊！打下去，帮他打下去。哦。我了，拍下 ，staff 打架，staff 的车被抢了，就在这拍呗。大不了跟他撕逼嘛，下午换个人拍不就好了吗？
对 ，staff 被成功劫车了，换了一个人开。这套路的话 ，staff 不管。对他们应该不会管，应该不会管。哎，你们帮忙看一下，如果哪边有成员过来叫我一下，我就转把镜头转过去。我们也别说话了，好吧？对 ，staff 也是禁止，我知道。基本上成员肯定从那边过来跟我一起，那边应该走完了。反正这样吧，待会儿有成员来，我就会拍，我们都不说话，你们就默默的看吧啊。没成员，我们这都套路了。没成员，那我们只和聚聚聊聊天，对不对？聚聚来分享一下。你们今天有没有合照啊？你合了没有？你肯定合了。你没合啊？对，你拍啊，光自己拍啊。有成员来了，拉个远景先。这个不能拉远景。啊，有成员来了啊。嗯。哥们儿，哥们儿。我们要喊他吗？你确定？你确定要喊吗？单三，单三。有推的就喊。单三。单三挺活力的啊。要不是我节操稳。我还是想推的。那你推好了。没那么多精力啊。好不容易右边有聚聚帮我挡着 staff， 我还不站在这位置吗？一通人为 staff 支持。哎，戴萌走了吗？你们看到吗？走了。Oh my 戴萌。戴萌。啊。那个刚才那个被劫车的 staff 就一直会瞄我这边。哎，那边成员在跳舞。收一下。干嘛 ？staff 是保安同志。这边的保安还挺好的，一点都不凶。上次没奔那个保安，直接跟我撕逼。上次不是凶，是上次真的是那边有成员了。上次因为下雨啊，都往里面挤，那怎么办？然后人都挤了，本身那天脾气也不太好。你不是和他撕吗？主播合什么影啊？主播哪有钱合影啊？我这个车挺帅的，是不是小米那个？拿出来，我们骑。强烈表示要求和一般人站不一样，看我们现场。啊，不用了，刚刚拿到那边是拿出来，沙发上。啊，好像两个厕所，一个里面的。两个厕所。如果他派人跟我，我就跟他说我一起。你真的要跟我吗？斗鱼直播啊。他要是干扰我，他妈的，大家给力的就他妈全部过来轰住他。看谁人多呀。看聚聚多还是保安多？又来了，哪边来了？你有看直播啊？我看你在哪儿呢？在上天幕，你就搜 SNH 可以。搜 SNH， 一共就三四个大概。第一个。哎，我看到我了。其实如果我用这个拍的话，他就看不到我。打不开了。又开始。拍不到啊，那边。哦。那边看不到。那边管得太严。那边正面实在拍不到。那边。是看直播，没有公演就看上面。对啊。真的。欢迎欢迎，待会儿下午找我们领礼物吧，我们有礼物。这就可以拍了一点，这信号不好，根本拍不到，我收不到他的。哎，那个跟我撕逼的板走了。哎，这可以。哇！我就在这播，你看到的不和我一样，你。这是小四啊！看到小四的背影。左边那个是小四，还可以坐啊，这个，还能坐啊，这个，我
stuff 的心里面 take 的一下子给你送一个520的，谢谢谢谢。你就是下午5点起床吗？啊，我可以给你房款吗？哎，你们还有一起 相熟的人吗？你们有相熟的人吗？有啊，有的话待会儿能不能，如果下午拍的话咱们站一块行吗？万一那个 staff 要撕逼了，我们就躲就躲一躲。行，没事的。下午把我们斗鱼群的人叫来，一起叫来。没事的时候就我一块。斗鱼群还挺多的嘛。就我一块儿，他妈。乱捅一些。反正我也不说话，我就在那边拍。下午先看，先统一哪几个，叫他们投投下票子的。下午想看谁？我走。哎，又来一个。老牛说1:15吧，1:15我们在那。这是 staff 吧，应该。是 staff。看看有没有美女 staff。staff 又挺可爱的，有的。staff 可以推你吗？嗯，我要推 staff。你哪个 staff？ 餐厅里吧，餐厅里好几个。他们不是说没有，他们说有些 staff 啊，就是那些已经没有选上，过了复试，他们不参加了，做 staff 了，很多的呀。对啊，因为为什么要当服务？对啊，我感觉。嗯。打电话给谁？给他打电话，可能打电话给活动三，活动三出来。没有活动三电话，有活动三电话就联系一下活动三，跟他一起做一下活动了。好像那个。但是我不知道。建国他不是有说有号码的吗？不可能。啊，算了，等会先去王思聪那边问一下活动三的。你颜值挺多的。我靠！那要看聚聚们给不给脸，聚聚们不给这种 staff 脸 ，staff 能怎么样你呢？100有哎。什么100？100人呢？对，活动三里面有一个人是 staff。中午吃饭时间为什么人这么少？人太多起来了吧？你没看到那么慢慢一堆人一堆人进来了，已经开始陆续进来了。吃完了哥。然后等到握完了又要降了，过完了，啊，这个头像还是你啊，没变呢，刷一下就是。你们所看到的拿摄影机的并不一定是活动三，在拍的不一定都是活动三。他们只是可能录一下花絮啊这样子的，并没有是在那个录活动三。活动三是个男的好吗，同志们？主播的臂力很强的。对啊，活动三他们都是拍纪录片啊，什么花絮啊什么的，哪像我们这样候着。好了，鱼酱过来了，鱼酱，左边，没事儿，录 staff 没有。鱼酱从里边走吗？鱼酱是谁？你没拍到鱼酱。刘佩欣，背心。背心来了，背心来了。背心。辛苦了。啊，你有医生？我去亮一下我的医师执照。好啊。可以透露一下吗？谁啊？如果是背心的话，同志们有没有看到背心和我们打招呼啊？其实很多 staff 都挺客气的，他都只是看看你。啊，在这站脚。公司毕竟是有规定的嘛。对啊，公司有规定，我们也不能特别强硬，对吧？等会儿握完手欢迎，我们就直接散了，不要等到最后了。营业执照，还有半个小时，活动三确实是由一个 team 来运营完成的吧？具体问题可以等尚总回国了，然后问问看尚总。我们等一下就套路活动三，回到活动三好了。背包里有一个耳机，我戴着耳机说话可能好一点。
我就直接不看镜头也不看什么，我就直接戴着耳机说，不是，我不是有耳机，我是蓝牙的。蓝牙耳机，蓝牙耳机比较酷。弄身斯大夫背心，我弄身白大褂比较快，我可以装清洁工嘛。清洁工啊，哪有清洁工啊？就是阿姨不清洁工啊。你说这个板子后面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在想，板子后面应该是他们员工坐的地方吧？员工打卡处。辛苦了，加油！哎，好的。他好喜欢你哦。你招吗？还是你招吧？桃子是桃子，刚才那个是桃子。你毕竟不是巨人，就是啊，走着走着跟他打招呼。小胖子，哎，这发卡。哦，发卡姐。发卡，好白，白发卡。白的不像他。你工作人员很辛苦。你到了，换个问题。不看我们这边了，刚刚打过招呼就不打了。那边还有人吗？被邱鑫家握手吗？张鑫的吧。张鑫啊。张鑫握手很快就结束嘛，他要提早走。去上学，对啊，如果有没有关注的可以关注我们一波啊。世界上有个东西叫蓝牙耳机，暂时应该没有人会那个，我先把蓝牙耳机连上。testing， 这个蓝牙耳机收音效果怎么样？现在还听得见声音吗？房管回答一下我，现在那个收音怎么样？效果和刚才比有什么区别吗？这又来了，这是谁啊？杨冰怡吗？好像杨冰怡啊，20。杨冰怡很年轻啊，没区别就好。没有刚才好吗？杨明今年多大？14。啊，这清洁工，这清洁工，衣服给我，帮你干。你后面真的忙。啊。会长是不是去吃饭了？没见到，都没见了。在那边呢。哦，会长还在和谦啊？在和慕寒聊天。和慕寒聊天。会长在和慕寒聊天啊。有什么消息？同志们，现在几点了？52。
11:52了。12:52。嗯。你吃饭了没有？没有。你们都吃好了？你们吃完来的？我们吃完早餐来的。我们吃完早餐来的。我们早餐是。你们住很近吗？我们住的很远。哎，有人来了。发卡回来喽。你订的几点的火车？7点来的还是几点？晚上7点。考试。镜头别晃，我又不是三脚架，哥哥们。我要发卡，关注度比较高。主播很想去吃饭，可是如果吃饭去了，就拍不到成员们进场退场啦。今天到场的女粉丝，不是穿那个通通比较漂亮的衣服比较少，而且我发现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个收音效果很好的。我昨天和他们悄悄的说话就被录进去了。不要。主播轮流吃饭，那你给我配个10个8个主播呗。你看，聚聚们心满意足都出来了。如果有来现场的，可以来找我。应该是邱心怡握手最烈的过来。不是没有人开，是上午的时候根本没有信号。有信号我肯定一直播到现在，我早就来了。拍到没有信号为止，一直会播到待会儿人多了没有信号为止。直接叫饿了么好吗？这里是上海。这是崩了吗？还打招呼啊？要不要我们也去打招呼？不把我拍进去吗？哎，帅哥，活动三是哪一位啊？越到后面越嗨，后面没演。一百都没跟我说、啊。哎，又来一个谁？你账号是谁？一百不会套路，你知道吗？位置，那个位置。怎么样？那个、咱们转一波行吗？谢谢。好，谢谢几位那个聚聚吧。我们换个角度直播，然后可能这一边的话，这边十道路，就这个位置吧。这个位置可能会好一点，这样待会儿有成员来可以直接播一下。你那个位置，太远了。这个位置，那个位置太前面，我们就在后面吧。但只能看一眼。这个位置其实不是很好，但是可能会安全一点嘛，因为毕竟聚聚们帮我挡着了。然后没有加关注的，大家请关注一下，谢谢。二吗？要重拍吗？
啊，那边有个 staff 要求大家们配合，要看套路隔壁妹子啊，隔壁妹子走远了，不好意思哦。这样你们可以赌一下隔壁那个妹子是犯谁的。回去找截图吧。徐晨晨，大 C 姐。来报 ID 吗，居居？超绝可爱，超绝可爱，徐晨晨，你是女王，我是陈。有人损我，慢点回去把你房管下了。啊，这个是成员，哎呀，没拍到。啊。小四刚刚进去了吗？穿的白鞋子，是白色的一双棉鞋。大头，大头，大头，左边那个是谁？看不清。对啊，刚才你们家格格、秦哥哥很客气的，我跟他说我们是斗鱼直播的，然后他想和我们打招呼的，结果被那个 staff 给阻拦了呀。他们这样 staff 是为了成员之间的公平，不能有什么就是说成员私自这样为自己做推广吧。这就是你们要求套路的吗？会打。这是谁啊？佳爱，这是佳爱啊！我靠，拍不到。我这个位置不好，最好的位置就是那一段，但那一段斯大夫看得非常严。对，王冠来了。往前是可以往前，可是正正好。哎，那边。刀还到底，李昭，他们说是李昭，剧剧们说是李昭。好困啊。对，是李昭，刚才那个跑的小跑，一路小跑的是李昭。那边其实出去的了，他们是在里面吃饭休息的，行，拍戏直接飞进去。并没有啊，上午合签合照的其实也蛮多的，但是可能下午人更多。什么多少钱？三千。是绵羊吗？哦，不是，就是好像好多人呢，好多好多。等会儿还会回来的，放心。哎，不对，他们从那边。
握手券便宜，那你帮我收啊，收好快点，叫他送到我手里来。我现在还没收握手券啊。如果待会儿信号好，我有握手券，我就去直播握手。对，弯弯只握到下午两点，他要回学校上课。啊，背心出来了，现在这个角度拍不到了。死老虎没来，还离会稍微近一点。我怕来了来不及了。再说他们都站在那边，我不好意思挤过去。哎，把位子站着，把位子站着。走，挤过去。好了，有个超前排了。刚刚。有超前排。这是谁？唐安琪。小姐姐，你这个太显眼了，被你头球全挡掉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站前面，你顶对前面去。你差个帽子，你那个我要看一下存图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聚聚很早来的聚聚拍的照。等一下，我把它顶在我的。这是谁？徐寒吗？你看不清，几个没照。现场就不用看，我们要看妹子的话。四八级成员。妹子的没几张，刚刚不照。都认识吗？是谁？是秦哥哥。第二个是谁？看不清。大家都认识吗？下一个，来，挤过去，哎，我加爱，我是那个大哥，这是谁？这是我眼都花了。李金喝点水。哎，对的呀，我看是腿腿的样子吧。不能是腿腿好的。是不是腿腿啊？这个我就在桌位旁边那个一堆聚聚站着的那个进出口的地方，就是陈。真人。我一把那个腿抬一下，我给你打板。就是 staff 吗？等一下，我切换个通话。喂，今天。喂，晴天，哥几个帮我拿一下呗，太给了，不，你拍照，你帮我拿吧。啊？你帮我等会儿我把这个挂。你就举这角度，然后成员往哪边走？成员往哪边走？我整理员。这把毛巾。啊！又两个成员了。迷人和谢妮啊，妮子，下次带茶叶给你。就这角度啊，我就不动了哈。然后有人来往哪边走，你转一下。